像后面走那么快是。相较于对这个高空平衡木的恐惧，我更害怕后边突然来人，就比如说什么如月突然间从后边悠悠的跟着我，那种那我有点恐惧，所以我想赶紧和大家会合。怎么？来，我们握着手进吧，好吧。不害怕，不要害怕。找灯。找灯。我的天，我想蹲下。我想蹲下，我想蹲下，没等，不行，那边是这是不是一个区？先让他们队长蹲下，队长想蹲下，我就让他蹲下，我蹲下，他害怕，就让他蹲下，先蹲下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弱项是吧？来，冒冷汗了，来，没事，拉肚子。一直抱在一起蹲着，蹲了很久。客厅为什么那么恐怖？那个是我觉得今天最黑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连一点点机器的灯都没有，就是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可能心里头感觉越来越接近如月了吧，然后你又知道如月已经离世了，但是我们又会看到她当年的场景，所以，对，就不知道该怎么。